你给公很简单哈、哦，这一篇或许是这样找出来的，所以可以请小老倩叫我们过去一年啊，度了多少人，要自己考察考察，好不好？那一篇训文很重要，哦、有机会你一定要看。如果你找不到，跟后学要我哥再送哈、哦。好，这也是佛的定理哈、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有的应该看过哈、哦，这个是，湄南海啸之前的哈、哦，堂主班，啊，关圣帝君来借窍了，因为结束要来了，所以他来慈悲，所以大家。有的浅显可能看过啊，那没关系，温故知新一下。不知道有没有连结，可能没连结，是出不来就算了。好，等一下再看，麻烦一下好了，后续往下。为什么要渡人哈？老先生说，我们要有慈悲心哈。老先生说，好人要救，坏人也要救，所以我们应该有那份慈悲心哈。然后人生是无常的，对不对？我听过，第一次听的，应该是刚才你说的哈。他说，不知道下一刻跟无常。有没有人知道？或许问很多人，从来没有人知道哈。或许也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可以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把握我们现有的生命，要认真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哇，以后用。还是不行哦。好，那第二个哈、哦，为什么要渡人？先跳过去了。我们那一遍哈、哦，济公老师说，当人的私心累积到没办法改变的时候，乖浅浅，我们请。念一下哈、哦，绿色的字。